第38题，甲乙丙丁四种物质，其组成如右图。其中黑圈圈、白圈圈表示两种不同的原子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丙只有就是都是白圈圈一种原子，丁都是黑圈圈也是一种原子，一种原子就是一种元素，所以丙丁是元素，所以选项 A 说丙丁是元素是对的，我们不选。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乙抓出来都是一白加两黑，丙都是两白，丁都是两黑，所以乙丙丁都是纯物质，所以选项 B 说丙丁纯物质正确，不选。选项 C 乙丙丁纯物质也是正确，我们也不选。而我们看到乙都是一白加两黑构成，叫做化合物。可是甲里面有抓出两个白圈圈，有抓出两个黑圈圈，有抓出一白两黑，所以它是混合物，它不是化合物。所以 C 说甲乙都是化合物是错的，我们要选。所以我们第38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乙是化合物。